好，我是庄德福，这次要来分享的是快炒料，这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，菜名叫做黄金酥皮豆腐。豆腐要如何煎才会外酥内嫩？酱汁要如何调才会酱浓鲜香？现在告诉你。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准备的食材有：板豆腐400克、小黄瓜一根、蒜头15克、红辣椒半根、香菜10克。豆腐切块状，好，先一分为三。哦，不要切太薄哦，太薄不好煎哦。要有一点点厚度比较好煎。豆腐切好之后，准备厨房纸巾，豆腐上来，吸收豆腐的水分，吸收豆腐的水分，这一点很重要哦。豆腐水分先吸了干，等下落鼎拄着油，才袂崩，才袂乌白喷哦。上面再盖一层厨房纸巾，让它静置一下，吸干豆腐的水分。小黄瓜切丝，先去头、去尾，再切片。再切丝，背锅冷开水，小黄瓜丝放进来，泡30秒后捞出沥干，香菜切小段，红辣椒切末，好，这样直直切刀，翻过来。再直直再切刀，好，再切末，蒜头拍裂。切末，调酱汁，糖一小匙下来，酱油膏两大匙。酱油两大匙，冷开水一大匙，香油一匙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
蒜末、辣椒末、香菜全部下来，再拌匀。沙拉油150cc 下来，开火，油温加热到180度，油温到了以后，豆腐下锅，转中火炸3分钟。我们刚才前置作业有把豆腐的水分吸干，你看现在下锅都不会油爆，所以可以很安心很放心的炸豆腐。因为是用半煎炸的方式，油量比较少，所以豆腐要把它翻动一下，让它受热会比较平均。因为用半煎炸的方式，油量少，所以我们豆腐要扁扁，准备一支汤匙，这样抓拌一下它就扁扁了。翻面以后再炸3分钟，一样哦，用筷子拨动豆腐哦，让它受热平均哦。用这半煎炸的方式哦，豆腐表面才会酥酥脆脆哦。另一面也很酥脆的哦，可以夹出来了。这样就炸好了，放你听。非常的酥脆，用少油的方式也可以炸得酥酥脆脆的哈。盛盘，小黄瓜丝下来，豆腐下来，酱汁下来，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黄金酥皮豆腐。美味诀窍重点说明：小黄瓜泡冷开水才会爽脆，吸干豆腐水分下炸才不会油爆，淋入酱汁才会咸香扑鼻超美味。哦，外酥内嫩，酱香扑鼻，试试这样煮你会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